旧唐书第二部至第二十六经集上 PG 1292加至第二十七经集下 PG 1350 PG 1292至第二十六经集上，夫归文丞相，召八卦于袍西，鸟迹分行，创六书于仓颉，甚作名术，同源一流，分点起之于前，诗书记之于后，先望陈纪，后王准神，亦曰关乎人文以化成天。下礼曰君子如欲化名成俗，其必由学乎？学者非他，方策之谓也。昨欲成器，观古之今，历代哲王莫不崇尚。自仲尼梅而为严爵，七十子丧而大义乖，吟士坑坟以余前首汉兴学校，复创时渠雄向校筹于前马，正讨论于后，两经载籍，由是灿然。及汉末还都，焚溺过半。元自谓晋弃于周，随而好事之君，暮古之士，亦未尝不以图籍为义也。然河北江南，未能混一，偏方构籍，卷至魏宏而循序。李冲、王翦、任访、祖恒，皆达学多闻，历事缜蔽，群分类聚，地乡祖述，或为七录，或为四部，言其部类，多有所宜。即随事建邦，还区一统。杨黄好学，喜聚一书，而随事简编，最为薄洽。即大业之际，丧失者多，征官中令胡得分，魏征相赐为秘书监，上言以及王毅请行购木，并奏引学士校定，群书大备。开元三年，左散骑常侍主吴亮、马怀素试验言及荆棘，玄宗曰内库皆是太宗、高宗先代旧书，常令工人主掌，所有残缺，未皇不稽，偏卷错乱，难于检阅。清室为正枕比之。至七年，召公卿侍述之家，所有一书，官界善写，即四部书。PG 1293。臣上令百官入甘元殿东廊观之，无不骇其广。九年十一月，因见由王窃、韦庶、于清、吴炯、刘彦珍、王湾、刘仲等众修成群书四部录二百卷，又散其常侍袁行冲奏上之。自后吴炯又略为四十卷，名为古今书录，大凡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。麓山之乱，两都覆没，甘元旧籍，王散殆尽。肃宗代宗崇仲如数，屡召购木。文宗时，政坛事蒋敬忠以荆棘盗丧，屡以为言，诏令密阁搜访遗文，日令天写。开成初，四部书至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。及广明初，皇朝干纪再现两京宫庙四署，焚荡殆尽，囊石遗迹，尺简无存。即行在朝诸如构籍，所传无几。昭宗即位，至弘文雅，秘书沈奏曰当沈园长四部御书十二库，共七万余卷。广明之乱，一时散失。后来沈思购木，上集二万余卷。
即先朝在信山南，尚存一万八千卷。且知京城制置使孙为慎收在本军，其御书密阁见冲教房及诸军人站住。夫以典籍国之代金，密府校筹之地，其书籍并望复当审。校其残缺，见令补籍。乐人起疑他所，并从之，即迁都洛阳。又丧其半。平时载籍，是莫得闻。今录开元盛时四部诸书，以表一文之盛。四部者，甲、乙、丙、丁之次也。甲部为金，其类十二，一日易，以记阴阳变化。二曰书，以记帝王遗范。三曰诗，以记兴衰颂叹。四曰礼，以记文物体制。五曰乐，以记声容律度。六曰春秋，以记形式褒贬。七曰孝经，以记天经地义。八曰论语，以记先圣为言。九曰图纬，以记六经称后。十曰经解，以记六经称后。十一曰古训，以记六经称后。十二曰小学，以记字体声韵。以部为史，其类史有三，一曰正史，以记纪传表志。二曰古史，以记编年细事。三曰杂史，以记一体杂记。四曰罢史，以记伪朝国史。五曰起居注，以记人君言动。六曰旧事，PG 1294，以记朝廷政令。七曰职官，以记班序品质。八曰遗著，以记籍凶刑事。九曰刑法，以记律令格式。十曰杂传，以记先圣人物。十一曰地理，以记山川郡国。十二曰谱系，以记士族继续。十三曰略录，以记史册条目。丙部为子，其类一十有四，一曰儒家，以记仁义教化。二曰道家，以记清净无为。三曰法家，以记刑法典制。四曰名家，以记循名择实。五曰墨家，以记强本节用。六曰纵横家，以记辩说诡诈。七曰杂家，以记兼蓄众说。八曰农家，以记播植种。一九曰小说家，以记除词于讼。十曰兵法，以记权谋制度。十一曰天文，以记星辰相位。十二曰历数，以记推步气朔。十三曰五行，以记博士战后。十四曰医方，以记药饵针灸。丁部为吉，其类有三，一曰楚辞，以记骚人怨刺。二曰别吉，以记辞赋杂论。三曰总集，以记文章事类。熊等传籍，一班固，一文志，体力，诸书随部皆有小序。发明其旨。进使官传，随书经籍制，其力亦然。切以记录简编。一题，卷不相言，叙述无出前修。今之杀青，亦所不取，但记不至而已。而囧等所叙四部都录以明心修之旨，今略载之。且以经焚浩广，使徒分薄，寻览者莫之能辨，思总者常苦。其多
和侠众巫妇床，更烦其说。若先望有缺点，尚甚有疑事。邦正所及，如训事先，宜垂教以作成，当产归而开典，则不遑。起处何或厌宁？囊之所修，成为此意，然理有未切，追怨良深。于时秘书审经书，时多王阙、朱思焚集，不暇讨论。此则是有未周意也。其后周览人间，颇睹阙文，心急继贞观之前。永徽以来不取，尽书采长安之上，神龙以来未露。此则理有未弘二也。书月不变，是复未周，或不详明代，或未知不武。此则体有未通三也。书多阙目，空章地数，既无偏题，实乖标榜。此则力有所亏四也。所用书序，闲取魏文真所分书。PG 1295。类皆具随经即至。理有未允，体有不通。此则事实未安。五也。洗马谈作、史记、班标作、汉书，皆两页而仅成流。新作、七略、王简作、七志，于二纪而方就。属有四万卷目，两千部书，名目首尾，三年便令中进，欲求精稀，不其难乎？所以常有遗恨，切思追雪，乃与类同气，积思前心，审正旧疑，详开心智。永徽心急，神龙尽书，则是而复也。未详明事，不知不武。五则论而不也。空章之目，则减或变增；未允之序，则详宜别作。披谬贤正，混杂必堪。改旧传之诗者三百余条，加新书之目者六千余卷。凡经录十二家，五百七十五部，六千二百四十一卷。史录十三家，八百四十部，一万七千九百四十六卷。子录十七家，七百五十三部，一万五千六百三十七卷。及录三家，八百九十二部，一万二千二十八卷。凡四部之录四十五家，都管三千六十部，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，成书录四十卷。其外有世事经律论书、道家经界符录，凡二千五百余部，九千五百余卷。译句翻译名士叙述指归，又乐成目录十卷，名曰开元内外经录，若服先望秘传，列代奥文，自古之翠极禄福，绝域之神经怪蝶，尽载于此二书矣。夫经籍者，开悟成悟，垂教作成，圣哲之能事，帝王之达典，而去圣已久，
开凿岁多，苟不剖判条原，真名科部，则先贤遗事，有促待而不闻，大国经书，遂终年而空泯。史学者孤，周永海，若雨平天，闲时田明，倚杖追日，莫闻名目，岂详家待不亦劳乎？不亦毕乎？将史书迁置于掌谋，批万函于年四，览录而知止，观目而惜辞，今焚之经数敬叹，贤哲之睿思贤识，不见古人之面，而见古人之心，以传后来，不其悦矣。其序如此。熊等四部目及世道目，并有小序及注传人姓氏卷轴繁多，今并略之，但既偏不，以表我朝文物之大。其世道 PG 1296录目附本书经义不取，据开元以及为之治。天宝以后，明公各者文章，儒者多有撰述，或记礼法之严格，或裁国史之繁略，皆章不类，其图实繁。臣以后出之书，在开元四部之外，不欲杂其本部，今据所闻，复撰人等传。其诸公文集，亦见本传，此并不录。四部区分，详之于下。甲部经录12家，575部，6241卷。一类一书，类二诗，类三礼，类四乐，类五春秋，类六孝经，类七论语，类八谶纬，类九经解，类十古训，类11小学，类12归藏，13卷音译，司马英著，周易2卷补商传，又10卷孟喜章句，又10卷经房章句，又4卷废直章句，又10卷马荣章句，又9卷郑玄著，又10卷荀爽章句，又5卷刘表著，又10卷王肃著，又10卷董玉著，又10卷宋忠著，又7卷王弼著，又9卷于翻著，又13卷陆机著，又10卷荀氏九家集解，又10卷马郑二王集解，又10卷姚姓著。PG 1297，又10卷王弼、韩康伯著，又10卷二王吉著，又10卷荀辉著。